大家好，我是中新社记者陈小苑。2022年全国两会正在召开，我住在北京饭店采访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。香港代表来自政界、商界、教育界、文艺界等不同领域，是各行业的杰出代表。当前香港正面临新冠疫情的严峻挑战，香港代表来京开会，普遍关注抗疫等议题。他们非常感谢中央政府对香港抗疫的支援，感谢内地同胞对香港的关心。战胜疫情，然后呢，在保生命、保健康之后，我们的重振经济再出发。香港代表此次参会也关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、国家经济发展等议题，